没有呢，妈你没上那里面，比你六多过去的五坡山皮吧那个。第一说个妈妈说了去，平常时呢产的熟皮的，比你身上呢，第一说哈，没等到我看面，哎，羊毛路就那路啊，刚刚也新皮的。那这个不嘞，第二走路比较多啊嘛，第这个第那些皮短，你呢带过的呢，就是长面皮的啦，我走路是嘛棒的，我的等于呢是嘛。表面偏的，带过一些海绵嘛，带过偏的那个，第一张也是这样的表的，但不对，它的好像都表示不好些。第一说带表呢，说话不露都不要的，都点头那个嘛，带表呢说。带过偏的说话，那拍摄都嘛当回事的。但拍那台拍带家的说，不都拍个大路，不都拍个南路，哎路没不变，带过偏的说，就五路啊路，哎路呗，天明的，南飞。你带过皮带给啥我？不好说啊，你感觉比皮新鲜没？那些冷藏不养，也会我烤鸭没？烤皮，我你妈比娘帮俺回来了，来买一头干皮，那身体也都变龙骨，蛋蛋熬的多啊，老鸭嘛。不过啊个，哎呦，那温州牌，你那大米皮没老白呢？我反正这边带过一大批的嘛，所以讲讲啊，就是比较多啊，你拿什么的 ？OK， 第二就把奖干过来的时候，假如干过来的说啊，就是做这个表给的路，第欧洲啊，比你老嘛，比你老多老个，不老嘛，老跟上一路面的嘛。比当初啊嘛比，干这批皮鞋没给啥皮带穿，就是个比你个更好一些皮带嘛。我带过那八大表，小罗奶奶，我都过来去了，我的不老老在那听了。带过那八大表嘞，姑娘家罗皮夹皮皮，调查过，以前也人家，以前人家不过都是养，烤油鸭嘛，烤油皮都是水的嘛，水的皮来嘛土鸭嘛，来嘛土皮，我多年代南安罗也，反正地毛皮是怎么样南安，我多年那吃的也就变成我水皮烤鸭嘛皮的。俺妈就那个地给家里啊，人家那么地的，那么一冬天呢，人家没留着那个话的，我们云南吧。我也接有点嘛。